是不是想我了呀？一看见我你们怎么这么沸腾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打个广告，看舞蹈就在993，小小鸡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姨妈巾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来姨妈巾啊。我也想你。然后左上方有一个五星随哈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啊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大家把这个白框点一下，这是我的。手机户在头顶那颗黄色的爱心，把头顶那颗黄色的心点一下。我本来想开场跳一个新的舞蹈，但是我怕我这个一紧张跳错了，所以呢咱们放在第二个。头发又换了，我洗头啦今天。昨天你们看见我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洗头发，今天因为我洗头发了。麦序一号麦和二号麦的关注点一点，头顶上有一颗黄色的爱心，手机用户一定要点一下，公屏给我扣一波35。谢谢。看来今天扣35的比48的要多呀。看来我要是农民翻身把歌唱了，我要站起来了。可以啊，兄弟们，今天我要站起来了。平时这帮人老是跟我嚣张叫嚣，在我面前叫嚣48。等我跳完舞蹈的，我今天站起来了，放肆了，扣6吧，谢谢。Three things, action. Here, here, it's break sound. Drop it. W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we rolling. Say a lot of my guns out there. They got you. Venus, H-E-L-L-O.是你们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？
竟然让你们如此放肆，啊，累了。还你纸。993以前我记得只卖纸来着，现在怎么还卖上鞋了？鞋带松，你有病啊！哎呀，哦，吓死我，我以为我卡了呢。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。摄像头角度高了，不高没关系，因为我后边有舞台，还没事的。啊，哎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你定做鞋子的，你给我滚！48、35代表什么？我有我的脚是35码的，然后他们非说我是48码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现在呢，我要跳一个新的舞蹈，这个舞蹈跟平时的不一样，平时的都是软绵绵的。现在不是软绵绵的了，但是呢，你们也要配合我。你们老是在公屏喊我龅牙、大脚、卖鞋，我就容易笑场。我一分心，下边的动作全都忘干净了。所以说呢，咱不能这样。这个舞蹈我学了能有很长时间了，就比别的舞蹈用心都很多。所以你们千万千万一定要配合我，行吗？别在公屏那个什么什么大脚啊。龅牙卖鞋子的，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？我都怕我这跳一跳动作忘了。这个舞蹈我个人挺喜欢的。哎，话不多说，现在公屏帮我扣个666吧，谢我雍和哥。等一下，我整理一下我的刘海。对，谢谢大家，不忘动作就好了。
很多动作做的没到位，因为有点紧张。唉，但是没有跳错呀！耶耶耶！你们这群坏人，老是在公屏引诱我、诱惑我，差一点分心了。感谢90后空巢老人66，谢大哥。这个有点累，我得休息20秒。还是软绵绵的，这个已经不是软绵绵的了。求场控把那个说我鞋带开了那大哥给我踢了呗，太过分了。不好说我鞋带开了，一说我就想低头看看我这个袋子开了没，惯性每次他说完我都要上当。这个好累啊，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啊，谢谢大家。来打一波广告吧，头顶手机用户把头顶那颗黄色爱心点亮。头顶那颗黄色的心啊，手机用户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大家把这白框呢稍微点一点是我的直播通知。这边有一个5星在嗨饭店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下，点击麦序1号麦和2号麦的关注。我跟你们讲，从现在开始公屏那些抠牙擦酥的、鞋带开了的、卖鞋的、龅牙的、大脚的，就是我的仇人，势不两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这个人下手狠，特别狠，急眼了连我自己都打。当然了，如果想要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很简单，点上我的直播通知，回我家给我开个真爱，每个人给我开一个真爱，咱们就了事儿。今天咱们就和好如初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知道吗？如果不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昨天被我吓死了8个，踩死了5个，然后放屁臭死了3个，你们就是他们的下场。飘了飘了，好了，还有50多秒了，咱们不跳了，因为这个舞蹈太累了，4分多钟好长呀。我都还活着呢，大脚吓唬你。那是因为你腿脚好，跑得快。必须啊，当然了，没事，不晚不晚，因为我现在下去之后15分钟还是我，然后我得去给大家换一套衣服，可能是今天这衣服不性感，大家看我老像我长得，老觉得我长得像牙擦酥。换完下一套衣服就不像了。再开视频的时候，你们都得喊我美女啊！记得，在15分钟之后我再回来，只要我一咳嗽，你们就来个美女扣在公屏上配合一下，知道吗？谢谢，感谢大家，不是现在，十五分。